可是这又是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玩过。我给我教室给我撬开里。哇，到了，成功滚完。蹦！玩什么呢？谁呀？玩什么呀？哇！啊！哎呦！没事，那个叫啥？翘，一翘成功过关，成功过关。什么？这游戏开局就被没事，简单。快跑！我掩护。哎，好了。简哇！120金币，加120金币，加100，哇哇哇哇！这关怎么过呀？难道这关是这样的吗？喂喂，总得来吧。喂，我要画短了，我知道了。笑，先给打个关案吧，打个关案吧，这个是我们不会没有下一关。哇哇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慢慢滚过去吧，我助一臂之力，所以来吧。前两天啊，有老铁给我推荐了一款游戏，叫《救援突击队》。哎呀呀呀，太好玩了！啊，又可以啦。这回我就弄个弯。喂！哎，3000乘以5等于3500。哎，好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啥？是机器人？不是，看广告，就看广告，有什么了不起？还好听啊。会不会这个游戏有点儿？哇，好玩！我玩过，挺好。我玩这最。普通的吧，所以装饰我没事。哎，小兵可以装几个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泡泡，你们先走啊！哇，这也行！4炮弹冲击，啵啵啵啵啵，没了。